5月4号星期六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除罪8000劫。10月，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9000亿倍。上午10点，新竹普元佛道院前广场庆祝佛诞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药供护生，祭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，03-533-7368，03-657-0385。5月11号星期六，聚香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倍。板桥拜愿寺庆祝佛诞，传授八关斋戒，遇佛祭佛前大供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565。5月12号星期日，释迦牟尼佛圣诞、遇佛节、佛宝节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，持斋除罪30劫。聚香月，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倍。酒店平等王千秋，早上8:40，罗东展演厅，释迦牟尼佛圣诞遇佛暨2019帮父母洗脚。下午1点半，校庆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3-989-9319，03-939-0380。5月15号星期三至5月24号星期五，德国弘法之旅。5月17号星期五，聚香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倍。上午9点及下午2点，德国汉诺威八关斋戒。5月18号星期六，念贤节千佛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佛陀宣说十轮法教纪念日，聚香月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亿倍。上午9点及下午2点，德国汉诺威佛学讲座，讲题普世责任。5月19号星期日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200劫。聚香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0倍。上午9点及下午2点，德国汉诺威佛学讲座，讲题慈悲与智慧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暨宜兰县孝亲尊师联盟联合举办2019嘎北部塞卡孝亲讲座，恭请海涛法师主讲，日期5月12号星期日下午1点半至4点，地点罗东展演厅，地址宜兰县罗东镇中心路1号，指导单位宜兰县政府，联合主办罗东镇公所、罗东东区福伦社、生命电视台。联络电话：03-989-9319，03-989-9319。生命电视海涛法师西班牙及葡萄牙慈悲之旅，日期6月3号星期一至6月18号星期二，共16日，恭请海涛法师领众。行程安排：西班牙马德里中古世纪小镇托雷多。古罗马帝国遗址塞戈维亚黄金城市萨拉曼卡，世界上最美的书店莱罗书店波多，葡萄牙孔因布拉里斯本仙达皇宫，欧洲最西点洛卡贾童话宫殿佩纳宫，塞维亚哥多华充满回教文化与摩尔风情的格拉纳达科学艺术城，瓦伦西亚巴塞隆纳孟瑟拉修道院。详情请洽台北生命道场。联络电话：02-2550-9900，02-2550-9900。水中湖。
少年人，你何故在此哭泣呀？我父亲生病去世了。哦，孩子，你好像也曾听到我讲经说法吧？是的，佛陀。啊，那么你应该也听我说过生老病死、人生无常的道理吧？是的，可是我父亲还很年轻啊，为什么他不能活得长久一些呢？孩子，要知道，人生命的长短，并非仅仅是用岁数来估算。可是，不用岁数算，那还用什么来算呢？佛陀，我还很担心我父亲过世之后会怎么样呢？你能否给他祝福，让他能够去到天堂呢？啊，好吧，孩子，你担心的问题还真不少呢。你现在去拿两个壶来，一个装满油，一个装满石头，我们去河边做个实验吧。现在把两个壶都放进河里，然后用木棍将它们同时打碎。孩子，你用心祈祷，让油沉到水底去，让石头浮上来。啊，佛陀，这……就破碎的壶就像是我们的身体，而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就像这油和石头。做好事的人就好像把油装进这壶里面，而做坏事的人就好像把石头装进壶里面。当生命结束的时候，油自然会浮到水面上，你曾经做好的美好的事情并不会跟随你的身体隐没，而是会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。你做过的不好的事情会跟随你的身体下降到黑暗的水底。这么说，生命的长短不仅仅是这个壶，还包括壶里面的油和石头啊。您这么说，我就觉得父亲并没有完全的离开了我，他的一部分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的。三宝门中福好修，一文喜舍万文收，三古因果说不尽，皇天不负善心人。